借一下手机可以吗？为什么？我那个文化的鉴赏作业，推荐一首你喜欢的英文歌曲或者英文电影，二选一，所以我需要我的手机，但手机是世界上最大的困难，莫过于向老师要手机。Boom! Nice.你们来，何为压迫感？就这个压迫感。这是我们的左老板前来视察是吗？请问左老师对脚下这么执着是无聊，不是让你解脱吗？羡慕你，好烦啊，发亮啊，头发太紧。个人，然后有两个卧底，朋友们。长得有点
啊，好，第二轮彩数已经结束了。好，好，所以你是卧底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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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不是卧底啊，我是卧底啊，我是当小卧底，我是当小卧底，我是当小卧底，那个你是当小卧底啊，你是当小卧底，是哪个当小卧底，投票，我觉得应该是张子怡吧，一般都不投张子怡吧，张子怡，因为他自己的是我的 yes， 我觉得吧，几票投张子怡，一票，其他的都七票是吗？那张子怡被投了，这么草率。哦，那你们俩 PK。投是吗？好，那么就决定佟玉坤出局了是吗？好，游戏结束。我的妈！好，天黑请闭眼，请闭眼。闭了。
狼人请睁眼，请互相确认自己的队友，请问你们要杀的是我。两位狼人的意见不一致，请重新确认。女巫请睁眼。有一人死亡，请问你要使用迷药还是解药？猎人请睁眼。预言家请睁眼。请问你要查验的是，他是这个天亮了，死了两名，姚玉成和张君豪。哇哇！然后因为姚玉成是被对，不能发表遗言，一名是被毒死的，一名是被刀死的。你又是那个张？好，从那个小赵开始发言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请问你们要杀的是女巫，请睁眼。你还有一瓶解药，请问你要使用吗？好，猎人请睁眼。猎人请闭眼。天亮了，昨晚是平安夜。3、2、1，投票。首先是之城，好，请发表意见。我觉得咱们这个不用管了，对对对，好。好，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。猎人请闭眼。猎人请闭眼。女巫请睁眼。天亮了，昨晚死亡的是小赵。现在是陈天乐两票，然后狼人过去了。现在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，请确认自己的队友。请问你们今晚要杀的是？请睁眼。女巫，你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，请问你今晚要使用的是？猎人，请睁眼。猎人就没有眼睛睁眼了吧？预言家，请睁眼。
请问你要查验的是？他是这个乐迪预言家，请闭眼。天亮了。哎，什么情昨晚死的是小鱼。发言结束，请大家第一局投票开始。好，陈天润，那个请发表遗言。天润，请发表遗言。杰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请问你们今晚要杀的是？女巫请睁眼，你仍然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，请问你要？请问你要使用吗？猎人请睁眼，预言家请睁眼。请问你要查验的是？预言家说慢慢拉过来，来一个一个。他是这个。好，天亮了。这晚好看对。昨晚死了两名，小郑和张志豪，没有遗言。你点了谁？张泽宇是吗？太强了，你太草率了。你到底带谁？张泽宇是吗？好。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平民获胜。狼人是张泽宇、邓家兴和陈天润。张泽宇是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的，万万没想到加了个句号。